场务其实就是快很准，进了剧场以后就像战场一样。去任何地方表演，上山下海，我们都是跟着他去。龙哥叫我。有一次来搜刮了整店几乎所有的锅碗瓢盆。像我们这样什么乐器都玩，还玩跨界，这样的团真的全世界非常非常非常少。只要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就是好东西，不断的一直在研发，